好，欢迎来到 OP Channel， 我是实况主老 P。 我们今天要玩的游戏呢，叫做 Shall We Do a Day Simulator 2015。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跟你老爸一起洗澡模拟器2015版本。有没有很兴奋啊？什么叫做跟你老爸一起洗澡呢？好，各位观众不用担心，我们这不是什么色情游戏，废话不多说，来玩玩看。我们现在玩第一个模式。好，第一个模式就是说啊，寻找你的老爸。好，就是用，应该是用同一个小孩子啊。说，我亲爱的儿子啊，爸爸，这个有点大，老爸。好，我们这边可以来选那个父子组合啊，这应该是固定的父子组合啊。汤马士啊，汤马士感觉好像没有很大，我还是选黑人好了啊，黑人爸爸，我有几个黑人爸爸了啊，开始了啊。哦，这个他关卡会随着那个时间呢越来越困难。哦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啊，这寻找的黑人老爸操控小孩，爸爸，嘿，爸爸，我的爸爸好大，你看看有没有？哦，所以你速度越快的话，分数就越高。哦，这游戏呢，你也可以跟朋友一起玩啊，真的非常非常有趣。好的，啊，虾，你不是我爸爸，捏起来好小，哈哈，哇，我们才摸十一个老爸就爆掉了啊。好，那我们再挑战一次，我相信应该是没有那么容易就爆炸的。哦，我们还刚才解锁一个叫做这个额外的肥皂，肥皂能干嘛？这个游戏肥皂能干嘛？这个跟儿子一起捡肥皂吗？不是吧？有点恶心啊！好，挑战一下，看看我们可以找到几个老爸啊？我们老爸一直变换位置，好，这哪一国的老爸洗澡一直变换位置？而且哪一国的老爸会跟别人一起洗澡？我觉得这个，这个很贱挡在我面前好，再一次啊！我才不相信，还是因为黑人老爸太黑了，看不到。虽然说体积很大，我说因为他老爸比较胖啊，老爸比较胖，所以说比较大。我们现在有这个四秒钟，有一个老爸四秒钟时间其实绰绰有余吧，我觉得。我们看看是不是很简单啊，很简单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第十位了，开始要增加难度了吗？好，捡到肥皂了。老爸，这什么？为什么拿肥皂搓屁股啊？他不是我老爸，等一下，肥皂快出现啊！肥皂可以增加我们赚分数的这个机会啊！哇哇哇！哦，刚开始出现一些像是路障啊，有的没的。好，老爸，老爸，脚好痛，脚好痛。好 ，OK， 哦，出现水渍和肥皂，哦，爽捡一波肥皂 ，double 啊 ，double 的分数。我靠，那个水踩到会滑那如果不然碰到别人老爸怎么办？哦，这样子说，不好意思，儿子，那不是我啦。我是比较大智的那一位啊，儿子啊，这个就真的不好了啊。好 ，OK， 这水渍到处滑来滑去，哇靠，好险一个阻挡啊，神庙阻挡。这个人屁股臭臭的，你不是我老爸。好啦，这个寻老爸模式第一号啊，我们先换下一个模式来看好了。啊，这个模式是什么啊？他说：“这个老爸呢？啊，老爸是固定。他说：‘儿子啊，你有办法这个找到正确的老爸吗？’我们看啊，目前就是有三对父子组合：汤马士、欧郎跟一个金发哥。金发哥那个话应该是江尼，应该算是比较纽泽西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小孩子这个混血，或是跟隔壁抱回来，为什么颜色不一样？啊，这是这样，这是绿帽的概念吗？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啊，记住这三组这个父子：东方人、汤马士。”还有这个欧郎跟这个江尼的儿子，好，这是欧郎哥，大只佬哪边？大只佬，有大只佬，小孩这个应该是白人的啊，戴绿帽的啊，华人的啊，戴绿帽，错了，哇，这个其实这个速度快起来很难分辨的，肥皂剪一下啊，这个是华人的，戴绿帽，这谁？这谁？啊，这这边，华人的，戴绿帽。戴绿帽，黑人，欧郎，这个华人，华人，华人，好多华人，欧郎，不是，我自己念错还难，念错还可以摸对啊，这个好厉害啊，这个，戴绿帽，戴绿帽，欧郎，跌倒，欧郎，这难度比刚才那个还要更难呢，你还要这个什么瞬间反应，到底是谁的小孩哦？跟老爸一起洗澡模拟器，哇，我好险。哇，千钧一发，这个是戴绿帽，戴绿帽，好，华人 ，OK， 没问题，哦，现在越来越顺利，这个应该是戴绿帽，戴绿帽，哇，这个戴绿帽跟华人很容易分错啊，那长得造型一模一样，而且那个肤色也很相近啊，时间结束了，
哇，居然啊，他拿78分。好，我们再挑战一次。哦，又获得新道具了。当你分数越高的时候，也获得更多新道具。这个叫做刮胡子的那个刮胡刀，刮胡刀，刮胡刀变成干嘛？因为我知道肥皂是可以增加2倍分数，刮胡刀该不会是自攻吧？老爸，这叫做跟老爸一起洗澡模拟器，应该不是帮老爸自攻模拟器吧？好 ，OK， 好，像那个时间条不能让它消失啊，所以我必须要在短时间内呢，啊，爆 C 的去集中精神来去操纵我们的小孩啊，跟这个老爸一起洗澡啊，啊，肥皂肥皂，大家过去捡，这边有机会捡肥皂。好，2倍分数，来来来，看一下这个是到绿帽绿帽哥，欧郎哦。不是，这个是谁？是谁？我不知道，随便的啦，随便的啦。这个麦当劳欢乐送，随便送，随便送啊，随便你抱到一个就是你的了啊，通通抱回家，通通不用钱。小孩子现在这个大特价啊，反正你这个养10年之后再带过来给我养啊，没关系啊。当我小孩子大了，我也不用抚养他了啊，这个也还蛮方便的。我看一下啊，这边啊，这个华人欧郎，欧郎，这个谁啊？哎呦，好痛！这个绿帽哥，绿帽哥啊，这边又有肥皂了，滑不停啊，啊，这个绿帽，华人轻抢啊，轻抢，欧郎，轻抢，这个绿帽，为什么他要绿帽哥啊？明明就只是肤色不一样啊，对不对？是谁？还把那帘幕盖起来嘞，这怎么分啊？我看一下欧郎吗？欧郎这边，这个完全分不出来啊，怎么办啊？这个模式越 OP 了，等一下。绿帽，这边，上面回力镖，回力镖，哇，刮胡刀会把他的头发怎么割掉？我怎么知道谁是谁啊？太扯了吧！哇靠，这模式有点 OP 啊！好，我们要换下一个模式啊！好，各位观众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玩看啊，跟老爸一起洗澡模拟器，啊，这个光模式就数10种了，这个目前它售价是这个$0.99，在平台上面有卖啊，这个非常非常爽。这什么模式啊？他说，啊。弹吉他 ，pass， 有的啊，它有一些随机小游戏，就叫做抓你的老爸。为什么要抓你老爸呢？我不懂哎。我看一下，第一个是左右切换小孩，上下啊，左右移动，上下切换小孩，然后左键是抓你老爸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试试看好了。抓你老爸什么模式？我看看啊，这减真减太多了啊，这个应该是这个啊，抓你老爸鸡鸡啊啊，我懂了，抓你老爸鸡鸡。这什么烂模式啊！等等，OK， 哦，老爸，你好多老爸，哈哈哈！抓老爸鸡鸡模式是什么东西？对啊，这游戏有问题啊，为什么要抓老爸鸡鸡？我不懂啊，哈哈哈 ！OK， 没问题，来，这模式我 OK 的啦，看起来没什么问题的。好，这个是轻抢欧郎，好，轻抢欧郎，哈哈哈！这游戏太有趣了，太有趣了。哇，短短30块台币，让我这个可以开心快乐一整天啊，好爽啊！好，我看一下，我们前已经这个不愧是华人，华人特别多，已经12个华人了。欧郎也不遑多让，好，现在这个华人现在人数还是很多的。然后一个华人摔死了，然后好，这个绿帽哥啊，现在绿帽哥超过黑人了，黑人看来有被歧视的味道哦，没有，现在黑人又继续增加了啊，黑人越来越多了。好，这个国家果然还是被黑人占领，不过华人还是很多啊。好，现在又有一个华人掉下来。好，这个是绿帽，黑人又有一个。速度变快了，速度变快，等一下，老爸不要啊，老爸，这个是什么？老爸摔铁菊花模式，让我戳老爸机器了。等等，太难了吧？等一下啦。好 ，OK， 百年不让他破关，那是什么游戏啊？好，华人，黑人，华人，绿帽。黑人，好快哦！等一下，老爸，摔死了！我还拉错老爸的鸡鸡，这不是我老爸。好了 ，OK 了，这是我们这个怎么讲？跟你老爸洗澡模拟器2015啊，所以如果要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玩看。那我们下一次实况的话，再跟各位介绍后面这几个模式哦。啊，后面还有3个模式还没玩到，好了，到时候看拿高分一点的话呢，我们再帮你。后续介绍这3个模式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玩玩看。我是老皮，我们就下一次的实况再见喽！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游戏，拜拜。